大家好，我是王超，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钓鲫鱼的拉饵，二窝峰，也是我们18年的新品，一份饵料，一杯水，快速搅拌均匀，放置3到5分钟左右。这个饵料和出来以后，非常的细腻，而且它会有很多很多的小小的粒状，这个粒状是在24小时以内都不会化掉的。这个饵料的状态是非常非常的好，仔细观察都是非常小的粒状，像小沙粒一样，而且它膨胀的效果非常好。这个时候鱼在吃饵的时候过程当中就很容易，就很舒服的像很滑的东西，一下就是非常容易吸到嘴里。这款饵料主要的特点呢，就是手感比较细腻，柔润，而且入水的膨胀的效果非常好，鱼吃起来非常方便。